别这样子，真的啦，我都已经吃饱了。好吧，你们吃饱了，别闹。吃不吃到东西就看人缘了啊。你今天就跟你讲，你是想清楚，我有情绪了。今天一道都不要让他吃。我真的有情绪，我不骗你。你有情绪吗？那你先坐一下。这个效果不好。快，我们来吃。先吃。我不小心被推进来了。卡莫说，不要做这个效果。我终于对一题耶。好了。要问一下。他不想听了。不想听是不是？好，你讲。就是因为孔刘，所以我们。麻木，多钱？麻木，多钱？可是你要想啊，他可能私底下人缘不好。没有。答案是，哎，谁能够成功？我都替你高兴了。心理学研究理论指出，波刘海的方向能够说明一个人大脑运作的方式，能看出平常对哪边用大脑哪边来思考。刘海往自己的右边拨的人，通常惯用手是右手，所以擅长的是用左脑来思考。哦，处理事情往往比较有逻辑、有条理，社交上面也会比较来的活跃。哦，针对组织统计方向感都来得比较敏锐，那这样的人比较直率，所以会比较有人缘。他把我形容得太仔细了，你们三个就喝。哎，我也是真的蛮饱的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来，我要用卡。没有这种的啦，我要喝最后一道哎，我都没吃到哎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我再吃一道哎。没事啦，有事、啊。没事啦，不要这样。哦，真的好脏哦。没事。哎，有时候别这样子，真的啦，我都已经吃饱了。好吧，你们吃饱了，别闹。吃不吃到东西就看人缘了啊。你今天就跟你讲，你是想清楚，我有情绪了。今天一道都不要让他吃。我真的有情绪，我不骗你。你有情绪吗？那你先坐一下。这个效果不好。快，我们来吃。先吃。我不小心被推进来了。卡莫说，不要做这个效果。我终于对一题耶。好辣。你吃的别急嘛，这个效果我都没吃到。好辣。那你要加油啊。我下次再用。那我吃一道嘛。好啦。它就是口感，鱼肉的口感，对，没错，肥厚，对，细细品尝，珍惜啊，对啊，对，你要好好讲口感啊，哦，你的饭好吃啊，对，哦，饭好吃啊，非常 Q， 我饿了吧？哦，好想吃哦，有没有油？哦，很厉害，好吃，很贵的，厉害，你做的好吃多了，哇，这就很细致，但没像鱼选那么油，对。因为它这一块的部分，我是取它中段，那肚子，这一块是中段，然后这边是尾，这边是尾巴，这肚子，然后还有肚子，哇，这个这肚子，它皮好脆哈，肚子要吃的，对，肚子都是有跟胶，就是很没有，虽然是炸，可是很没有负担，对，没有，哇，那啊，大队，好好哦，弱者总是被同情的，好好，一次补回来，没有，我们头发都分旁边的，恻隐之心人人有。是，其实还有啊，你刚刚拉着他往那吃，还哪有？什么东西？你刚拉他往里面吃，你还有？没有啊，怎么做？我们没有用这，我们没有演这出戏，你会珍惜这道菜吗？对啊，我很珍惜，我也是用心良苦啊。我们都是为了你。真心的，对，都没吃到这些，真的有情绪，对啊，哇。